Hello， 冯总，今天生活的愉快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奶茶到了，稍等片刻啊，请慢用。柴小七，请你不要挑战我的耐性。不要那么凶嘛，我今天主要是过来跟你分享一下我新发现的这个艾灸按摩椅，真的很舒服。有病啊，试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快乐了。放开，柴小七，放开！我们还没那么熟吧？一回熟，二回熟，三回我们就是朋友。放松，吐气，放松，吐气，莫挣扎。哦，感受一下它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温暖，融会贯通你的全身，非常的舒适。什么力气？那么疼？非常的舒适。没有感觉到吗？嗯嗯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哇哦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你的手！加油气，放开！你放开！方总，我已经把你的……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回来，把他赶出去。不用赶我走，自己能走。怎么才能吸引他呢？这样。来了，你先泡一会儿，先休息一下。这都被发现了，方冷是属雷达的吗？来，帮我按下手臂。真是讨厌，人品一般，毛病不少。怎么感觉比上次更心大了？而且还这么有弹性 ，Q 弹中还有点纵向丝滑的感觉。我们以前常常一起洗澡，毛手毛脚的习惯还是改不掉啊。看来跟这女人还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，藏得真够深的。继续。手劲怎么那么小啊？啊！慢走了，别砸！怎么是你啊？明明一直是我，是你让我下去的。真是阴魂不散！你现在虽然一副很讨厌我的样子，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会爱上我，疯狂的爱上我。那么，允许你现在就喜欢我。我觉得你应该看医生。哎，不许走！至少给一个了解我的机会嘛！你起开！我。有人在吗？我，小七，喂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给你做饭，现在全毁掉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听。
我倒给你喝。不是跟你说。走啊！那，哎呀，先生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又要报警啊？我什么事情都没做。绝对不能把组织供出来，我们之间的恩怨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你听我跟你说，有些事你不记得我还记得呢，非要说欺骗，那也是从你先开始的。我不生气，你当我是软柿子是不是？你好好反省反省吧你。这里有柴姐最新研发的解酒蛋糕，你吃了它之后呀，你就会提神醒脑。嗯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尝一下，这，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接近我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糟了，他真的知道了。搞脏了，那你是不是得换衣服？我回避，我回避，我回避，我不看。你可以继续再装下去，但我也不介意把你的事情直接交给警察来处理。别！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。真的是你，他们派你过来。就是为了想要毁掉我，那你现在任务也算达成了？没有，你想多了，还差得远呢。你还真坦诚啊。我的任务呢，不会毁掉你，只会对你的生活造成那么一点点影响。无非就是换个总裁，回去告诉你老板，我方冷今天可以坐上这个位置，我就不怕会被人取代。给我走。哦。回来，背出去。